我的 package， 虽然我没有拿到任何的 notification， 可是就稍微看一下，结果还真的有这一箱跟这一箱都是我请我朋友帮我寄东西到美国的，然后他们到了，所以等一下来开箱给你们看。可是我怎么搬呢？好大箱哦！我叫 Michael 下来帮我搬东西，让我搬不了，手可以搬。你好重啊！Let me tell you guys a little bit. I'll make sure of that. One. Is it me? Yes. Oh, it's Evelyn. Oh, Evelyn. Yes. Okay, I see. It's reversed on me. Okay, sorry. I just 刚上完我开学第一天的第一堂课了，然后。老师提早让我们下课，所以我现在要来做我最后一个学期第一堂课的第一个作业，还好没有很难。湿湿的 啊！我说你怎么把它用的湿湿的？擦。我说你把信用的湿湿的。对啊，可是我要擦干净啊。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那个 fingerprint 外面的。啊，那就失败了。所以我少一个东西啊。对啊。好，那这样速度会不会更慢呢、啊哦？好期待哦！我食物都是食物啊。那外面可以打开啊。哇、哦！ Wow! 我们先来开箱第一个，所以这是我在台湾订的衣服，然后呢是那个东爵的红茶，然后买了两盒，上次我朋友寄过来，然后我觉得超好喝，所以我就再买了两盒吞起来。然后还有太和店的麻辣锅汤底，太和店的麻辣拌面。哦，虽然都是自己订的，都已经知道自己买了什么，可是开箱就是还是很开心。然后这个也是我朋友上次寄给我，然后我觉得很好吃，所以我又再买了两三包吧，也是把它囤起来。金伯家的面一定要买，就是超好吃。我吃过一次之后，这次又回购。然后还有什么？哦，还有买，还有 Michael 买的高山乌龙茶，还有这个泰国的干拌面，泰国的干拌面。然后我买最多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亲爱的咖啡，还有亲爱的奶茶，还有巧克力跟卡布奇诺，就是他们家的东西超好喝。然后又是在台湾买的衣服，然后跟更多的亲爱的奶茶，还有更多的亲爱的，这是什么？这是卡布奇诺。其实我只有喝过他们的奶茶跟白咖啡，然后他们白咖啡跟奶茶都真的很好喝。然后这次我就是买他们的卡布奇诺还有巧克力试试看，因为我觉得他们其他两样都那么好喝，所以其他我也会想试。然后还有福源蛋卷，我真的上次买了之后我就超喜欢。然后牛头牌的麻辣汤底，还有这个，这叫这店乐沙吗？反正就乐沙，也是火锅汤汤底。
然后这还有泰式酸辣汤汤底，然后刚刚跟你们讲过的这个松饼粉，松饼玉拌粉，然后还有这一个是什么星光的麻辣火锅汤底，然后还有又是麻辣火锅汤汤底，我还订了一包花生粉，因为我发现美国的超市没有在卖就是像台湾沾那个麻薯的那一种花生粉，所以我就刚好看到，我想说那我就买一包好了，反正这个应该可以用蛮久的，还是其实美国有然后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是目前没有看到。好啦，反正开箱完了就这样，好多东西哦，开箱真的很爽。反正我而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我都是买那种麻辣锅汤底，然后买面，反正我就很喜欢吃那些汤汤水水的东西，所以什么汤面啊火锅啊我就超爱。刚刚把东西都整理好了，还好家里还塞得进去，可是我在想就是因为我有一箱就是被那个海关有开，所以我在想说他们会不会觉得亚洲人都很爱吃，因为我真的是寄满满两箱都是吃的耶。然后我等等还有一堂课，5点开始，所以我要准备来上课了。Michael 去买 Bougie 的 raw food， 然后我在车上等，而且今天天气超好的，就是好到就是我在车上我可以感受到外面有点热，可是我早上有带 Bougie 去上厕所，然后风蛮大的，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外面风还有没有跟早上一样大，可是现在我在车上就是可以感觉到蛮热的。这样才好吃好不好，今天天气超好的，所以 Michael 提早下班带我出门走一走，然后走一走完再回家继续做作业。Just in case you want.
我们刚刚买了饼干，然后这间饼干超好吃的。然后我刚刚还有看到他们有柠檬口味的冰淇淋，然后我只要看到有柠檬口味冰淇淋，我就一定会买。你坐过来一点啊。啊、哦，我喜欢这种汤匙。那么冷，天起来吃冰淇淋。因为我看到柠檬的东西，我就是没有抵抗力，我就想买。嗯，哦，它好喝，哎，好吃哎。嗯，可以叫 lemon bar 的那个一块一块。嗯，对吧？那、哦、我发现跟你在一起以后，越来越喜欢吃 lemon bar。就像我跟你在一起久，我也开始喜欢喝酒跟吃 cinnamon。然后还有吃这个软软的饼干，我原本不喜欢吃软软的饼干。好吃，给你一点点，好可爱哦！因为他脸，看他脸那么可爱，因为他很享受，耳朵都不见了。可惜没有带梳子出来。冬天吃完冰后，整个人在抖，整个超冷的。